版本从1月31日持续到3月12日。先来看看大家最关心的卡池，上半闲云加草神，金四星加民陪跑，武器池千叶浮梦和闲云装武鹤鸣余音。外形看是一把由玉石雕刻而成的扇子，果然很有仙家风范。下半降魔大圣萧加八重神子，武器池和普渊加沈乐之真意。全新角色闲云，五星风系法器角色，定位群体回血，下落攻击增伤辅助复 C， 释放元素战技进入鹤云幻化状态，最多向前跳跃3次，可在空中释放。大世界跑图选手加一。鹤云幻化状态下，闲云的下落攻击将转化为闲云冲击波，命中敌人后能提升附近角色下落攻击的暴击率，元素爆发造成范围封伤并全体回血，同时提高场上角色的跳跃高度与下落攻击伤害。说到下落攻击，这位更是重量级，不仅以火元素下落攻击为输出核心，还自带烧血回血能力，适配水神体系。没错，就是我们的武士少年加明，四星火系大剑角色，元素战技能主动释放下落攻击并消耗生命值，元素爆发回血提高自身抗打断，同时造成火元素范围伤害。球球后续会出详细解读，可以先关注一下哟。新增内容，期待已久的沉鱼谷终于官宣了，区域内包含茶叶之乡俏音庄、北部临近枫丹的港口仪龙铺、小桥流水、茶陵山坡，大量全新的地形，仙气十足，颜射玩家狂喜。当然随着新地图更新，新的供奉收集、互动机关也都不会少，同时还将新增沉鱼谷的系列世界任务与闲云传说任务。好耶，在道期须弥枫丹漂泊了几个版本，我们终于回家了，这下不得不在沉鱼谷过年了，和好朋友们在原神里跨年会是什么感觉呢？海灯节活动福利，首先是富贵灯门7日签到19缠，感恩答谢邮件，内含3纠缠和特色小道具，四星一月角色自选，在去年的基础上增加了新角色加名，大家准备选新角色还是给老角色补命做啊？同时还有今年的新福利，本次一口气新增了深刻、甘雨、行秋3款角色一装。坏了，怎么感觉都想要？秋秋的选择困难症要犯了。版本大活动同样也是年味十足，采药至春风共有3种主题，指引寻窑，观赏独特的剪纸器，引导戏中的锅巴和月桂寻找食材，烹饪美味佳肴，瑞兽欢悦，参与4人共同游玩的困困武兽戏，争夺各式茶品，体验武兽的热闹氛围。异光云行，挑战特别的竞速试炼，巧妙运用精力浮月，在沉鱼谷的山间迅捷穿行。行秋羽化竹生可在活动中免费获取。版本小活动奇境迷秋探幽行，秘境关卡挑战，斗圣争持打斗类活动，随机角色试用挑战，有朋自远方来趣味做饭活动，每个活动420元是奖励。全新渊魔隐山敌兽，栖息于深山中的仙兽，能够同时驱使水元素与风元素进行战斗，会掉落闲云突破材料。另外4.4在系统功能上也迎来了诸多升级，比如圣遗物的快速装备，好装自定义筛